4月21日，电影《兰亭》在第三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上举行新闻发布会，导演萧峰携男女主演应岳飞、段凤娇等片中几位演员登台亮相。《兰亭》是导演萧峰、编剧程小林抗战三部曲的收官之作，大部分场景取自绍兴兰亭风景区附近。据导演介绍，该片以严肃的态度讲述了抗日战争中人们苦难的亲情、爱情、友情、乡情，坚持尊重历史，旨在为观众还原一个时代真相。